今日應該是1月45日是吧？1月45日，咁就啲人係咁喺度講愛，咁成日都講，咁老師成日都話噶啦，愛唔係攞嚟講，愛做噶嘛。咁點做咧？嗱，今日教你做愛，好簡單一樣嘢。嗱，其實有一樣嘢好得意噶，嚟到依個21世紀，特別嚟到新平成年代咧。整個所謂玩具啊 ACG 界咧好得意噶，啲人不停喺度講，哎呀大愛啊，啊好中意啊，咁然後咧就一定要不斷扯住去買啲最新最貴嗰件嘢，咁就表示愛。咁唔同嘅愛嘅表達方式好多種，呢種都可以算一種。咁但係咧之前有聽開嘅節目都。或者在我 Facebook 看到都知道我成日鬧嗰啲叫咩咧？好唔中意而家嗰啲非主流媒體啊！冇中意成日講嗰句咩？大男孩啊，童年回憶啊，用啲咩字眼咧喺度推嘢啊，或者喺度一種難聽啲感覺，係一種好負面宣傳噶嚇。講到你班友仔中意玩呢啲嘢咧，好似低 B 咁樣，咁點樣啫，大佬？好，你話我主觀見解喺度隔人媽嘛，咁我哋試下探討下何為童年回憶先。童年回憶啊嘛，當年最早期70-80年代，香港嘅電視台出現咗啲動漫特攝，咁但係你知唔知嗰時啲屋村嘅小朋友，大佬啊，7、8個兄弟姊妹做事。咁點會有錢買玩具俾你？咁佢哋咪只有行過啲文具店嗱，嗰時未興咩玩具店㗎，啲玩具文具店買好多時。咁我喺啲文具店個出櫥窗係咁望咯。咁唔敢望見貴嘢㗎，咩超合金嗰啲，哇！奢侈品望最低嗰幾件膠公仔，唔貴㗎。你今日講唔貴啊？垃圾嚟嘛，5蚊嘅就可能。但係喺嗰個年頭，5蚊全家人一餐飯錢嚟㗎啦，買餸錢嚟㗎，知唔知？咁就所以去到後來呢班人去到大概90年代中葉咧，呢班人開始大個，咁就揾到個錢，又冇乜經濟負擔，所以咪會為咗佢哋童年嘅遺憾，願意去搶翻高價搶翻。即相對高價搶翻你細個買唔到嗰件嘢咯，所以喺90年代中葉，香港出現咗一次懷舊玩具熱潮，咁亦都係今時今日香港嗰個玩具生態嘅基石發展之一嘅個里程碑咧。咁好得意噶，咁唔知點解就係可能因為嗰時開始啦，咁所以永遠咧啲主流即係非玩具或者 ACG 嘅之外嘅主流社會咧。一講親啲嘢就永遠係大男孩童年回憶，其實嚟到21世紀唔係嗰回事㗎啦，啊咩叫童年回憶啊？因為你細個行過間文具鋪，攞住買吊喺度嗰盒膠公仔，阿媽唔買俾你，當你一攞地就7張接凳招呼埋你度，嗰啲唔係心靈創傷咁簡單，係直頭肉體創傷啊，大哥！咁所以佢咪大個之後咪要買翻嗰件嘢咯，貴啲都好。嗱，呢啲就童年回憶啦。咁唔係話你今時今日出翻嚿美輪美換，又可以扭啲咩高可當扭嚟扭去，有埋出細紙咩限定嗰啲，唔係個童年回憶㗎啦。嗰啲係一件靚漂亮嘅消費品。唉，我都唔明嗰啲主流或者有啲人讀咁多書咁簡單嘢都唔明。萬能盒要嘅咩？讀去啦，朋友號。嘣！哎呀，讀唔正添，失敗咗，再嚟過。嘢中咗，就係要呢啲嘢。呢下就係童年回憶啦。等陣間帶埋去出街食飯先，攞去打邊爐。食玩具，
咁有時點解有啲遺憾呢？去年連全港唯一嘅玩具醫生李生都封咗刀啦。咁有關佢個訪問感言嗰啲，大家自己去睇翻啦。咁即係而家啲人就淨係識得買買買買。嗱，琴晚喺度搞呢個係肉酸㗎，咁俾啲咁嘅魔術講家黐翻去，點解啊？你哋真係回憶下童年，你好難得考試100分，阿媽先買俾你嗰隻機械人。你試下刮甩咗啲色或者斷咗，你會點做啊？熊貓牌萬能膠黐翻去，甩咗色點啊？有得色喎，咁你就會用學校上堂啲水彩又好 ，marker 筆又好，油翻落去咯。佢係咁樣收收補補、爛爛融融，但佢就係你嘅童年，佢就係你嘅記憶。咁你睇翻阿李生嗰篇訪問，去到啲客都係啦，一隻咁嘅毛公仔，點解人哋需要願意用咁高價收你翻咧？出去買一個隻新嘅好難咩？可以新版本、新 version， 硬靚、硬精美、限定，有埋出細子，但係嗰隻唔係你。細個100分考到100分，阿媽送嗰隻啊嘛，冇得代替㗎呢啲嘢，所以拜託啦，唔好成日用咩童年回憶啊呃鳩人啦，唔好當我哋白痴啦。咁你話好啦，至於你阿成收你呢啲嘅問題，冇嘢㗎。呢啲始終係一個消費品，甚至玩具咧，根本係奢侈品嚟嘅。之前有集講過玩具是什麼，你諗下，如果係貧窮致亂個家世，會唔會有呢啲咁嘅玩具玩咧？唔可能嘅，奢侈品嚟嘅咩？係你能夠富裕安定嘅地方先可以咁喺度玩就玩啲咁嘢。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會勸住啲人話唔需要太過介懷或者搶得太盡咧？如果用翻啲有信仰嘅人士嘅角度咧，即係好折墮啊會啊，會玩到咁樣好折墮噶。咁儘量有時啲嘢好珍惜嗱，呢、這個收翻嚟係斷咗嘅，唔緊要話我揾翻去，總之佢唔斷，我冚得翻落去嘅船型咁就得噶啦，我夠噶啦。咁至於有時其他點玩咧呢、這個佢係個。側邊有個塊嘢，有條鏈係個鎖匙扣吊牌，20蚊，20蚊慢慢嚟啫。咁就又係呢招啦，最簡單，揾咗萬字夾落去，咁咪可以扣件衫度咯。如果真係上咗年紀嘅特殊迷，我諗佢哋會記得。細個你會點做啊？就係揾張紙，好肉酸嗰啲。即攞，仲要攞阿哥，因為小學冇原子筆噶，以前唔用原子筆噶，揾住原子筆，自己畫，剪張紙，咁然後點啊？揾張膠紙黐喺件衫度，有冇印象啊？所以有時唔係話需要佢好靚，粗粗做做，但係就係令你得翻個情懷。咁你話好21世紀進步噶啦，咁進步咗點樣咧？有時。可以自己諗下花款嘅嗱，呢、這個之前拍過介紹噶啦，咁咪就係咯，簡簡單單中秋節嗰啲閃閃戒指5蚊啫嘛，開幾個螺絲，哦，次次啲位塞入去，咁我呢個好似前年整落，到而家仲著，好耐咗先嗱，放喺度有佢啊，等陣間熄㗎啦會。有時就話你如果係幾百蚊就係搶件嘢翻嚟，冇問題。咁但係話有時冇簡簡單單自己改改去，上次都提過啦。咁呢啲咪係屬於你自己嘅咯，係你㗎啦呢件嘢，世上唯一嘅限定版。啊！諗翻你小學嘅時候係點？即係當然，我啱年紀大嘅批，就係咁樣玩嘅啦。年代童年回憶，憶苦思甜啦、啊。
大家如果連個四廿，即係超過四廿幾張嗰啲咧，四到蚊嗰扎就知道我講乜噶啦。好，所以今日就教下大家，即係當愛一個 icon， 好中意一件嘢，咁嗰時啲愛，你要點去表達咧？咁各有演繹方法啦。啊，點解？冇啊，其實今日係瞓醒冇事做，咁食飯出街諗住出街噶啦，咁就見啲人係咁洗版，咁就講下呢個大愛啫。咁就學下啦，唔好齋講，做啦，做你嘅愛。好，拜拜，1月45號快樂。